妹妹姐姐在跟你讲话。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去上班。你那一上班没有赚钱吗？你还有钱。在哪里还有钱？爸爸。你。上爸爸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去上班。你怎么这样子？我不想你很辛苦，我想爸爸很辛苦。哦，你对我这么好啊。我很想你，你会想我是吗？哦，以后就不要让你去上班。那谁养我？爸爸养你，爸爸给你养我。你谁哟？养我。你怎么假哭？你有上班没有赚钱吗？你还有钱？从哪里来的钱？钱包。